请看大屏幕。2019 TMEA 腾讯音乐娱乐盛典年度畅销数字专辑，梦不落雨林 ，Na Na Na Na， 张艺兴。恭喜张艺兴，张艺兴再次上台，领取自己的又一座奖杯。再次恭喜，从 QQ 音乐巅峰歌手到 TMEA 年度畅销数字专辑，这是从个人奖项到专辑奖项的全面肯定，恭喜张艺兴。谢谢，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喜欢我的音乐，支持我的音乐，谢谢 TME， 谢谢我的歌迷朋友们，拿到这样的荣誉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激励，激励我在音乐道路上不忘初心，努力的做好每一份音乐，然后谢谢你们喜欢我的专辑，这个荣誉沉甸甸的，我会扛起来。谢谢你，再次恭喜张艺兴。最后这一句我想大家都会记得的，这个荣誉沉甸甸的，扛起他的我有更好的作品。在过去一段时间，他包揽了专辑当中的词曲制作，还联合了全球的优秀制作人，共同参与了《梦不落雨林》。我相信这些都会是未来再前行的宝贵。